开暑假了。最喜欢暑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可以整天熬夜打电动。暑假不就夏天而已，还不是要上班？哎，年轻人，不去放暑假？我没有暑假，我是公司野心实习生。哎，可不可以一个啊？我请你喝珍珠奶茶。好啊。你有带现金吗？我没有哎，我只是个实习生。好，那加油啊！夏天就是应该要这样子，记得订阅哈哈台哦，哈哈台。